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孙少奇。前两天收到粉丝小伙伴的留言，说的想让少奇买一个奥特曼，但是有要求的，这个奥特曼必须是全网最大的奥特曼。哇，全网最大的奥特曼得多少钱啊？想想我的钱包心里有点发虚啊。但是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粉丝喜欢买。光盒子就这么大，这是少奇目前为止在网上收到的最大的奥特曼，98厘米，箱子还是满城的，迫不及待给大家打开看一下。一个腿，两个腿，奥特曼的鞋子，奥特曼的身子，这是什么奥特曼？大家有认识的吗？看着很霸气啊，上面还有两个脚，把装一下。这也太大了吧，我靠，这样还是很帅的，把它全部装起来了。我这个屏幕都已经放不下了。这个奥特曼的脚，它的腿都是可以动的，可以这样往前走，但是走的比较生硬。胳膊也可以这样动，头是可以动的，好像它的头还没有我的头大哦。最主要的这个还是电动的，给大家装一下电池看一下。把它全部装完了，这后面有四个按钮，一按就有各种各样的音频。乌鸦喝水，口渴的乌鸦找到了半瓶水。兔子 rabbit， 象 elephant， 草莓 strawberry， 小鸡叫呀真漂亮，真呀真漂亮。而且一拍它，它还会响。前面还一排灯，关上灯给大家看一下。奥特银河英雄来了，我是奥特银河英雄，发光变身，杀杀杀！牛！大家猜猜这个我花了多少钱买的？主要是它比较大，所以说有点贵，还有一些赠品没有发过来。它这个脚站的还是蛮稳的，我来回拉桌子还没有倒，闻起来没有什么异味，关节玩起来都还是比较灵活的，前面几个灯还是蛮炫彩的。好了，不给大家卖关子了，这个98厘米高的奥特曼是我花了150块钱买的，大家感觉值不值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。想看下期少奇播什么，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